只要有心，都可以用最简单的食材发挥到极致，那才是精髓所在。其实最美味的就在身边最不起眼的地方，只有当失去了，才会想念的味道。你眼睛真的有眼屎哦。什么？你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管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会跟你们讲，我不知道什么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